Xieyang Changsh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are beginning our final descent. Please fasten your seat.那就是大丰医院。前面那个大殿，就是祭拜大丰祖师的一个地方。大丰祖师是北宋末年朝阳著名的高僧。대봉주사는북송말년조양이전명한고승입니다。生于公元1039年，他是进士出身，曾经做过县令。현령을영임하였습니다。这边请。由于他看不惯官场的腐败，最终辞去了官职，皈依佛门。官职그만두고불문에귀하였지。在公元1120年的时候，我们朝阳因为干旱引发了一场瘟疫，전염병이발생하였습니다。就在这个时候，大丰师傅来到了和平。바로이때대봉주사님께서화평에오셨습니다。大丰师傅一生做了许多的善事。대봉주사님께서는평생선행을베풀어서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仍然有许多为追随大丰精神所建立的善堂。오늘날까지세계각지에는많은사람들이그의정신을기리어선당을세웁니다。普通的红砂岩，这就是你到朝阳来的目的。평범한홍사인것같은데이것이바로당신이조양에온목적입니까？这块石头，宋朝是。从中国带到韩国，제중국어실력이형편없으니통역을쓰죠。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太好，还是用韩文吧。没关系啊。괜찮습니다。이돌조각은송대중국에서한국으로온것으로당시매우아름다웠어요。从中国带到韩国，那时叫高丽。가문대대로전해진말에의하면우리조상은대봉조사의은听我家族代代相传，我祖上曾受恩于大丰祖师。근데너무오래된일이라아무도확실히알지는못해요。可这事太古老了，没有人说得清。和这块石头一样古老，所以你想核实这个传说？그래서이것을확인하기위해서오셨다고요？네，제전공은중국역사문화연구입니다。你看，那座大桥就是在大丰师傅当年建造石桥的原址上重建的。近千年来，它横跨大江两岸，成为我们朝人的精神象征。저다리가바로당시대봉주사께서건축하신다这是一个传抄下来的故事。이것은우리전사되온이야기입니다。대봉조사에관한건가？是关于大丰祖师的吗？哦，对。你的船能过江吗？不过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啊。这船虽小但做工不错啊。
忍了凤，还有水密阁仓。